大中午还在忙活。小孩你知道啥，再不干活吃不上饭了都，刚才那欠100多块了都。我饿了，棍哥你带我去吃饭吧。不去。你不带我去，我可告诉我姐你昨天去你家吃红烧肉了。你告诉你姐，我告诉你哈，你告诉你姐，你告。走，小卖部。干子，我不是怕你姐，就是单纯怕你饿了。我姐明天要回来。真的假的？小卖部随便挑，走。卖部开门了。